苏烈将军真的同意重开官市了。哎，江璐姐，别忘了，这可是我提议的。中越结束了没有意义的对立，相互建立起信任，开始新的贸易。嗯，上，看这里，这些都是自长安运来的最时兴的诗集，全要了。好嘞，还要买啊？大家准备了篝火宴会，庆祝护士成功，真的不参加吗？ 读一下你的偶像会更欣赏你吧。李白，喂，这是要我学习吗？我听说苏烈和李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再见喽，就再见。纵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将军也是这样想着故乡的吗？ 是你提议官事的真正目的吗？不！难道千枯城？ 得到什么，都大错特错。书本转瞬即逝，唯有文明长存不灭。交给你了，伽罗。 我来。我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，那一天都是因为我。
长城的和平结束了。我听信那道命令，武会挚友就是将魔种引来的犯人。那位玉城的朋友，名字叫做圣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呢。